大家好，我是Steven。我们今天呢，我来到传艺中心来看一个比心雕刻的展览。Let's go。穿越了几个街道之后，终于来到我们展区的地方了，在这个地方的二楼。这次这个展览的创作者叫做李建筑，他是云林的二轮人。听说他是因为帮小孩雕刻刀枪玩具，进而投入比心微雕。他无师自通，成为世界三大比心微雕家。今年是他创作十年的一个里程碑，在这个里程碑，他向世界做了一个总结与宣告，他在金氏世界纪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这次的展览分为四个系列，分别感谢四个对象。第一个系列为你写诗，所感谢的是他的妻小。在这个系列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充满童真与生活的创作。如果是我，第一个想感谢的应该也是我的家人吧。毕竟在台湾，想成为一名艺术家，除了勇气与热情，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谅解和支持吧。哇，后面这个真的很让人叹为观止，就它是一个针，这个线却可以穿过那个纽扣跟针。第二个系列，你是我的眼，感谢开拓了视野的人。在这个系列，我们可以看到从台湾到世界上指标性的建筑，其中最让人惊艳的莫过于他家乡的西螺大桥。人生是不停的学习与看见，因为有身旁的贵人，我们才能一次又一次看见自己的可能。第三个系列，木，感谢他遭逢的困境。这个系列很特别，每个作品之间看似没有什么关系，实则他们都充满了故事。我们在孤独中认识自己，在俗世中认识世界，在困境中走入另一个心境。第四个系列，追梦赤子心，感谢自己。这个系列是信仰与文化的交织，但比起作品形式上的表现，我感受到更多的是禅意，创作者的心仿佛静了。如果前面的作品是让我看到鬼斧神工的记忆，那这边的作品仿佛是一种无声的对话。展览的最后，当然就是金氏世界纪录的作品《链条168》，这是世界上在铅笔芯上雕刻最多的链环。